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师。喜欢我的频道，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这个就是我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那今天要介绍就是五阴众的职业跟属性以及技能啊。我们首先看一下黄生杰的五阴众跟天地姐所有的五阴众的戏剧的比较啦，对。好，黄生杰的五阴众长这样。哎，还有印象吗？然后这个是。天地姐手游的五阴众，我就觉得黄生杰的剑圣真的很帅。好啦，这个手游的，没有不好，就是感觉就是我觉得没有不好啦。但是我服装比较 care 一点，为什么他的垫肩是要翘起来？我觉得身为一个剑圣，应该是比较低调一点，装扮低调一点，没有关系啊，低调一点。你看像这种，那个垫肩是往下的。可是手游的垫肩是往上翘，这边，然后我觉得装饰有点太多了，我自己是这样觉得。我觉得就是剑圣嘛，就是简简单单的这样就好了，好，这是我的想法了。好，再来，他的职业是侠客，属性为光。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他的天赋哈，天赋天外神剑。那如果他普通攻击造成伤害之后呢？会对目标施加这个魂创哦，这个魂创是专属剑圣的哦，这个可以持续两回合。那自己跟他的召唤物，他的召唤物就是剑，这个剑魂哦。不过他这个剑魂没有分剑魂雄跟剑魂雌啊，好不好？那自身跟剑魂呢，对携带魂创的状态的目标，额外造成的伤害可以提高每层7%到10%哈，那最多可以提高到21%到30%。好，那主动造成伤害后，可以在目标附近召唤一个剑魂。那就是他的天赋，就是要打完主动攻击完造成伤害，会自己召唤一个剑魂呢。我觉得这个很棒，不用花一个技能去单纯去召唤他。像真印啊，在十字系的神魔至尊传里面，他就是要用一个技能去召唤。好，然后间隔3221回合触发。那剑魂的物攻和法攻呢，可以继承召唤者的对应的属性的 50%， 其他属性则继承召唤者对应属性的 80%。 好，再来魂创就是物攻减 5%， 那上限是3层，上限3层 OK。 也就是说剑圣这个角色看到天赋就很想抽了哈。好，然后就是要快速累加这个魂创的状态啊，就是可以快速打赢，就是对敌人造成巨大伤害。好，再来他的特色技能哈，天剑圣灾，攻击单个敌人造成 1.5 倍的伤害哈，很一般的伤害。然后重点是后面啊，对战前呢驱散对方的两个有益状态，这个就很重要，我觉得这个还蛮棒的。对战后消耗目标携带的魂创，造成每层0.1倍的伤害，重点是这个啦。后面这两个附加还蛮不错了，以单体伤害来说很不错了。然后这一招是自创的啦，因为大家也知道嘛，在黄神杰跟神魔至尊传里面的剑圣只有两招，只有一招无极天光跟普通攻击哦。在看个开头大师剪的影片就知道，他就两招，不是啊，只是一招了，无极天光。不过他这一招我觉得做的蛮 OK 的 ，OK。不过他那个蛮好奇他的冰刃谱是不是龙牙剑的。哦，龙牙剑是大家知道吗？在《神魔至尊传》里面有讲到五阴众的配件哈，是龙牙剑。好，那这边策划说有特别讲啦，那三个魂创就是 1.5 倍加 0.3 倍的伤害哈，而且可以驱散连加的 buff。好，再来一个技能哈，封魔圣药，对范围内的所有敌人造成 0.5 倍的伤害。那目标有带3层的魂创的话，则转换为封咒。我靠，超扯啊！这个打 PVP 也很好用吧？好，然后持续一回合啊，那可是要3层啊，所以这个就是没有办法马上释放，唯一的缺点。不过另外一个是圣药的状态哈，就是在3格内开启圣药领域2回合，啊，范围内的敌人行动结束后可以获得魂创哈，你就不用主动造成伤害了。然后持续2回合，并恢复施加者的3%最大气血，不可驱散。哦吼，蛮赞的，还蛮不错的。当你剑圣快挂的时候可以放这一招，可是就 0.5 倍的伤害，但重点是后面的那些附加状态。对，这边有讲嘛，也是 PVP 的群体伤害技能。好，再来
无极天光啊，终于看到无极天光。不过这边无极天光，我真的是要讲一句，很单调，超级单调了。等一下我给大家看哈。好，这边是对所有敌人造成 0.5 倍的伤害，不过他几格没有讲哈，就是范围几格没有讲，然后并直接施加两层的魂创状态哈。OK， 然后持续两回合，使用后可以切换成无空生面，在下面这个。那无空生面是一个一样单体 1.5 倍的伤害，对战后消耗目标携带的魂创状态，恢复自身和剑魂的气血。那每层提供 0.3 倍的恢复量。哦，怎么一堆是帮忙自己补血？那这个魂创专属为剑圣打造的。那使用后切换成无极天光。OK， 那这边没有讲是奇迪，也就是说这个替换技啊，就是装备这个技能可以用两个东西这样子，就是这样了。好，那这无极天光呢，给大家看一下。好，无极天光原本的神魔至尊传的无极天光，它应该是参照神魔至尊传的还神血的，就是召唤一个巨人这样。这样不是很好吗？我觉得这样比较有气势吧，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啦，有点可惜了。就是手游是这样子，我是有点失望，没有错了。这看起来不是55等大招，好，看起来应该不是。然后还有一个技能是被动的御天，和未携带有益状态目标战斗的时候，对战中物攻物防提高18，这个感觉就是必带的吧？看起来是这样。好，那无极天光有教员的射程哈，这没有讲。然后无空生面是 1.5 倍单体技能伤害，这个是可以看对手的魂创的层数，帮忙剑魂跟自己提高补血的量哈。好，那后面应该有技能搭配的那个介绍吧，看一下哦。哦，跟剑魂熊跟剑魂子长得完全不一样了。好，不过这边讲哈，剑魂还有他的技能哦，很不错，这剑圣真的要抽。大家一定要抽狮子御风属性光天赋胸剑力魂哈，行动的时候无视敌方角色阻挡哈，那死亡时对周围两个造成 0.5 倍的伤害哈，固伤，那施加魂创，这个就是神魔至尊传的剑魂哈，剑魂你把神魔至尊传的剑魂熊跟剑魂池，我记得两个都会自爆嘛，你把他的气血消到 50% 以下的话，他下一回合就会自己自爆，那个伤害超痛的，大家还有印象吗？好，再来。这个是什么敌罪之仪吗？对范围内所有敌人造成 0.5 倍的伤害，驱散一个有益状态，很棒哇！可是这个一定要抽啦，这个不抽不行的啦。好，再来是逆转乾坤哦，跟召唤者交换位置哦，驱散召唤者两个有害状态哇哇，很实用哎，我觉得好实用哦。你看哦，假设打暗创，剑圣冲进去攻击敌人的话，然后剑圣攻击完鬼破四王好了，然后他在里面，但是他已经残血了，这个时候剑魂在外面直接交换，哇，这好像某一个动漫的一个技能，忘记什么技能了，就瞬间交换位置啊，罗啦，是不是跟罗很像，蛮像的哈、哦。好，再来是特色技能魂科，被动物创提高 20%， OK。行动结束时对两个人施加魂创状态，哇靠，那这是施召唤剑魂之后基本上可以马上把敌人直接把魂创加三成欸。好，再来最重要的技能乾坤流夜阵，上阵五阴阵跟至少两位光属性阴灵激活战阵，那前面的提高 15% 一样哈，若目标未携带有益状态，对战中伤害提高 15%， OK， 这个还可以接受，我觉得蛮不错的啊，光阵。那基本上因为我有李逍遥啦，那李逍遥可以搭羽烧龙或者是银凤或者鱼溪，都可以，光阵哦，风铃声也可以，大部分都会放风铃声吧，他说至少两位光就好了，那我应该要放风铃声跟李逍遥、欸、其实我蛮讶异，其实很多人不喜欢李逍遥，我蛮喜欢用李逍遥的、啊、好啦，那总结呢啊，这是总结不用啊，反正优势就是剑魂嘛，那剑魂优势太大了。好，这边有技能组合的搭配，这边大家参考就好了。御天应该都要带啦，御天增加伤害基本上是必带，然后还有蓄势，我觉得蓄势就看状况啦，
那无极天光我觉得也是可以带的，不过这个还要再试过一次，因为无极天光你带了这个的话就可以额外再释放另外一招。然后天剑圣哉这个应该是大招啦，跟风魔圣药，风魔圣药也是 OK 的。我自己感觉是，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较好，对我来说。好，然后我们再看参考一下天地劫 Wiki 这边的。好，这边是天地劫 Wiki 啊，然后已经有人就是他已经上传了，应该是测试服里面出来的哈。嗯，不过准不准呢？要看到时候的，到时候的实际的五内哈。然后你看，他真的有无方飞剑呢。我昨天还跟观众朋友讲说，剑圣应该不会无方飞剑吧？堂堂一个剑圣，初始招式应该不会只会无方飞剑吧？这个人界使用的无方飞剑，剑圣你居然会是，你会是不稀奇啦，但是是不是有点尴尬啊？至少再弄一个其他的技能吧。好，那蓄力士是第一个哈，那移形 ，OK， 然后复利奇某，基本上啦，我觉得他很贼，是把御天放到下路，然后天剑圣哉是大招，那无极天光是上路的这个分支。老实说啦，如果是我要点的话，虽然御天，哇，这个他是逼你哎，这可能要上路全开会比较好了，因为走上路是可以加气血跟彗星嘛，可是下路这个御天真的很赞，可是这个无极天光。也没有说不好用，也是蛮好用的。哇，这个我一时之间很难选。如果，这个很难选呢，因为这个御天啊，增加伤害这个太 OP 啊，这个是一定要点的啦。那这样就舍弃无极天光了，是有点可惜啦，是有点可惜。这样就变成说你只能带天剑圣哉、风魔圣药跟御天了。不过也没有不好啦，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因为御天增加伤害这个太实用了，就跟。有点像吹角的概念啊，吹角是增加伤害，一件品的吹角。所以，但是我可能会走完我啦，我可能会走下路走到这里，然后开上路到满。这个我自己还在想一下。好啦，那今天的介绍就到这边啦、啊。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次的剑圣的技能啦、啊，我觉得很 OK， 技能非常 OK。只是无极天光我是觉得有点可惜啦、啊。有点可惜，我以为会像野逍遥那样的剑神一样，会一个动画出来，竟然没有，是有点可惜的。好啦，那今天的影片技能介绍就到这边啦。喜欢的影片，记得按一下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追踪我 IG、FB、Twitch、Bilibili 还有 Discord。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拜拜。